上课的成果展，他们有不同的服装设计，也有不同的妆容，就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制作过程吧。我是以多股边，然后一些片去制作这个头饰，然后搭配一些叶子，然后妆容的部分是以花朵，然后我们是以红色系为主。我们利用贴钻的方法，然后让这套礼服看起来更亮丽，走在舞台上的时候才不会像很黑暗的样子。嗨，我们是变装皇后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妆容上面是使用粉红色跟白色，可能既定印象中粉红色是女生，蓝色是男生，那我们想用中间的白色代表我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我都想表达我自己，这就是我们妆容的设计理念。谢谢。如果真的只做向日葵的话，那个颜色会太单调，所以我们的花瓣有结合咖啡色以及白色，然后加一些小珠做一些装饰。